洪天明与周家卫今年3月结婚后迅速宣布造人成功，爱情结晶也将于明年1月出世。近日，周家卫挺着接近7个月的大肚与洪天明到影楼拍摄全裸大肚写真留念，两人拍摄时也落落大方，没有尴尬，更不用清场拍摄。周家卫说，摄影师是我朋友，现场反而女工作人员多，老公都没有尴尬，大家未拍前就用毛巾遮住身体，摆好姿势就照相，很满意，好有纪念价值。当日拍摄过程非常顺利，而且驾轻就熟。原来周家卫平时在家已练习过全裸大肚写真，由御用摄影师洪天明操刀。当问到周家卫是否担心裸照流出，他说不担心，会好好保管。其实全部相片没有漏点，只是想要赤裸的感觉，万一流出都不是很严重的事。